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多谢各位咧，又准时翻嚟呢个风云谷，系嘛？咁啊，非常之感谢各位嘅支持啦，就令到我哋嘅订阅人数咧，我哋一早都超过180,000啦。新加入嘅朋友咧，吓记住，如果你喜欢呢个节目咧，揿一揿个钟仔，加入呢个订阅行列，就令到我哋咧可以准时啊对确下咧，日理万机吓，就作一个温馨嘅提示。嗱，咁啊，即系呢一轮咧，我谂世界风云动荡啦，系嘛？身为香港人咧，我哋睇到咧。香港近咧就係呢一個強制隔離嘅逐步取消啦，0+3啦，同埋忽然間咧個香港嘅商界啊，係嘛，終於咧係憤怒啊，同埋咧係表達出一個咧世界公民嘅獨立思考嘅人格咧，係公開去質疑啊呢一個動態清零啊嗰種嘅違抗常識嘅本質啦，再加埋啊呢個叫前行政會議召集人啊。呢、这個陳志思咧，亦都頂唔順啦，係嘛？行出嚟咧，話香港一早已經落後於新加坡啦，再加埋唐英年啊等等呢位前政務司司長咧，係帶頭話呢個叫內需咧係等於內出血嗱，呢啲咧尤為大逆不道咧。你都知啦，內需啊呢樣嘢擴大內需咧，係呢三年以來啊，係呢個叫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啊所定嘅國策啦，係嘛？佢逐步啊係喺嗰個。國門咧係加落嗰條大閘啊，係同呢個世界咧係脱鈎。佢話唔緊要啊，係嘛？我哋自己有10多億，同埋咧960萬平方公里，加強國內嘅內需，使乜嘢靠呢啲外國勢力啊、出口啊，同埋咩來料加工咧？係嘛？喂，你而家夠膽講叫做內需等於內出血咧？糖糖終於唔係以前嘅糖糖啦，佢大個仔啦，係嘛？佢已經咧係脱離咗一般啊呢啲烏合之眾啊！嘅愚見咧，係表達出佢自己嘅睇法啦，係嘛？咁啊，香港人咧就係睇翻而家呢個叫動態清零啊，呢啲咁嘅變動啦，亦都係第二重咧喺中國大陸啊嗰個時局嗰個動盪同埋呢個20大之後啊，某某人咧係咪可以得到連任嘅影響咧？然後咧遠咧就係睇呢個叫國際啦，啊，包括呢個叫俄烏之間嘅戰爭啦，再加埋喺英國啊新任嘅呢一位啊女首相啊，係嘛？卓惠斯啊，嚇佢嗰個上台之後嘅表現啦，同埋美國啊，係對於國際啊嗰個大局嘅影響啦。所以咧，我哋睇風雲谷咧，裏邊嘅動盪咧，又要有時咧要睇睇大嘅環境個 picture， 然後咧再交替翻嚟咧，係檢視下香港嘅問題，然後咧喺香港問題睇下咧，就再跳翻出去呢個世界。呢個咧係叫中環。好啦，中環之後咧都唔夠呢個地理上嘅中環，喺時間上面咧，我哋要咧翻去古代，係嘛？叫咧知古咧係而鑑古咧，然後知今，因為咧世界上人性咧，我哋知道世代循環咧，佢會重複嗰啲愚昧同埋惡毒嘅品質，令到呢個世界嘅悲劇啊、慘劇咧係不斷重演，係咪？嗱，陶生，其實我好有感受嘅，因為頭先你提及咧。即係香港人啦，特別係我哋嚟到英國喺依個時候、依個時代嚟到，即係經歷咗香港依幾年咧一種咁巨大嘅轉變啦，亦都咧面臨即係依個中國咧一個巨變，依個巨變咧可能會影響曬全世界。仲唔止我哋嚟到咧英國之後咧，仲要面臨一場咧歐洲啊嘅核戰嘅威脅啊，一個獨裁侵略者普京。竟然發動了入侵烏克蘭的戰爭，所以現在我們在一個這樣的地方，在個空間上面是很詭異的，我真的我自己的感受，即一個香港人在英國，就亦都同時間在觀望這個中國的巨變和香港的一個 大變局，同時間亦都看著一個歐洲可能面臨的一場戰爭，甚至可能是一場浩劫，即這種我帶有一種即係唔好話一個食花生啊，係一種咧，即係處身其中啊，一種即係當局者
啊、有迷和你有清醒的地方，那這種這樣的評論和這種這樣的觀察呢，我覺得在人類的歷史上面呢都挺罕有的，我感受到這個叫清迷交替、做人是醉醒之間、喝醉酒和是酒醒之間，好像有時醉有時醒一樣，真的現在更加是這個叫改朝換代和全球的結構是重組，現在出現一種是叫做類似是這個叫人世間歷史的結界，你知道什麼叫結界嗎？知道，在西貢半島有幾個神秘的結界點，走來走去都是那條樹林，走來走去呢突然間你是進入了另一個平行時空，還有對於其他人來說找你不到，突然間人間蒸發，即是類似這些小型的百慕達三角點。現在我們在這裡在香港是8000英里之外，是講緊啲，又要講香港，又亦都講中國，亦都講世界。其實咧，喺一個結界裏邊咧，係同各位喺香港同埋世界各地嘅香港同埋華人嘅觀眾咧交流緊嘅。嗱，老老實實，好多咧香港 BNO 走出嚟，係嘛，就話咧翻唔到香港啦，係嘛，仲出於種種嘅理由。我哋啲唔係喎，而家呢個時候咧，你聽住普京咧話8分鐘可以咧係核襲倫敦喎。喂，大家利是講句 touch wood。我哋唔知道做多幾多集風雲谷嘅喎，做下做下咧，分分鐘咧 ，bling bling 一嘢咧就係普京癲起上嚟咧，係美國咧又特登唔攔截，或者攔截唔到，又或者未能夠及早通知，集集風雲谷都有可能係最後嘅噃。所以我哋拼住最後一口氣，係嘛？就唯有將心裏邊，尤其係我陶傑呢幾十年做人啊嘅種種嘅感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就係、是、唔係要你同意嘅。我哋咧風雲谷又好，做光明頂又好咧，唔係話要將我哋嘅觀點係強加諸你身上，而係咧我提出一種對世事、對人性有咁嘅睇法，係基於呢個叫邏輯同埋事實。咁你同唔同意呢？是一個大家叫我希望是啟導文字的一個共聚和聊天的一個沙龍。講一又講，我們不是上幾集不是評論過香港這個所謂的少年中國說這一場國慶遊藝的歌舞，就是這幾個女生在教育局的安排之下就戴口罩是吹笛弄簫，然後這一個場面呢是被英國的 BBC 是當作花絮笑談廣播世界，由特區政府教育局突然間發爛渣，說不准嘲笑，如果不是呢就是不知道為何不道德，是欺凌和不道德，還有強烈譴責、我們已經講過了、我說呢現在世界上呢是不只說是西方文明國家，第三世界包括東南亞、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都逐漸圍觀，是世界上現在只有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的人是繼續戴口罩，是吧？我不是曾經上次說喂，你這個戴口罩來到吹笛弄簫是不通的，因為你違反了過年多之前你特區政府自己頒布那個戴口罩的守則、加上袁國勇的醫生，你說口罩是要黏著邊嘛，是吧？口聲聲不要漏空氣嘛，你現在打橫插支笛呢就竟然是說這樣是可以，我咪曾經講過，如果係咁啊，點解你唔整隻口罩？係進食嘅時候啊，都要戴口罩喺度開個窗，然後啊係喺度食啊？點解你喺而家香港呢、這個叫食堂嗰度准許除口罩咧？呢、這個邏輯唔通。結果而家真係啦，喺大陸咧而家出現一隻叫鳥嘴型口罩。哇！點噶？你睇睇，原來咧就係、是、啊呢、這個偉大祖國咧係對你啊嚇呢、這個戴住口罩啊係不能夠進食啊。於是呢有人呢是倡導了這種新型口罩，是真的可以戴著口罩呢是在那個鳥嘴底那裡呢是不夜食的、我問你服沒這種呢就即我覺得都是、令到人覺得啼笑皆非的，大家都知道啦，即口罩當初的原意就是防止飛沫嘛，而經過了現在這一兩年多三年的研究呢，其實已經、證實了除了飛沫之外呢，這隻新冠的病毒或者什麼變種 COVID-19 已經是有機會在空氣傳播，這種空氣傳播即是換句話說，如果你不封實了口罩，這些病毒就會隨著空氣或者是那些叫做飛沫或者是那些叫做什麼懸浮的水氣就會去到
一個健康的人身上邊。嗱，呢種已經是科學證明到㗎啦。咁但係而家咧就為咗堅持嗰啲叫做動態清零依個政治正確，就想盡辦法咧，一方面就想放寬，另一方面就驚得罪咧最大嗰、那個，所以就搞依啲咁嘅鳥形口罩啊，或者係咩少年中國説。其實仲有另外一點啊，譬如話何柏良醫生啊，依近來都好勇猛，就話佢舉出啲邏輯嘅問題，即係好似我哋成日都講啦，如果四個人或以上一齊搭地鐵又得。一起翻工又得，係嘛？咁啊，一齊食飯都得嘅其實。但係咧，原來喺條街上邊咧，因為限聚令嘅原因，四個人一齊係唔得嘅喎，聚集。咁啊，何柏良醫生就用呢個理由，就話俾大家聽，其實依個咁嘅限聚令根本係違反醫學常識，同埋根本係冇用嘅。更加唔好講安心出行依個提示，已經政府方面已經講過啦，其實係即係。是 無實質意義的嘛，因為提醒了你又怎樣呢，是吧？那這個安心出行大家都知道是為做而做，甚至現在只不過是一個呢、就是、社會控制的工具、令到你習慣了呢進入呢要數碼，那這些種種呢其實已經呢是、就是大家心裡面很清楚的了。那現在還要呢通過這個少年中國說這個、這個 video 呢就去告訴你知呢，即戴口罩可以演奏樂器的、戴口罩可以這樣、表演的都可以的，其實即這些是令到人即很野笑，根本就違反常識，還有這個也是政治先行、大家都知道不是為了抗疫，是為了控制，所以連東方日報都頂不順引述這個叫何柏良醫生說抗疫千日應該撤銷禁聚令，入境咧係即刻停驗呢個核酸，並且咧係取消安心出行。啊！依啲人話呢、這個叫《東方日報》咧，係轉載何柏良三大訴求：第一就係、是、撤銷禁聚令，第二就係、是、停止驗核酸，第三嗱呢、這個咧係喐到佢根本啦，取消安心出行。嗯，究竟呢個安心出行？你是不是要跟住香港市民的手提電話一世？定係咧係會持續咧去三代？如果已經全世界都認為是冇事了，是認為風土病了，呢、這個泰國同埋呢個新加坡入境咧都不需要拿個手提電話咧係打針紙啊呢啲安心？點解你特區政府到最後，就算你就係零加零，就算你取消埋呢個叫核檢核酸檢查？到底安心出行你會不會繼續？嗱，呢個就最關鍵了，安心出行很多人都有指控，你是要收集數據，同埋唔知攞喺邊度，同埋咧係要知道香港700万幾嘅人咧，係每一個人的行蹤係咪？如果你呢個疫情啊係已經跟隨全世界咧係宣布成為風土病咧，係真係歸零，同埋唔講安心出行點解仲會跟住呢，每一個香港人啊，個手機，同埋你對於國際開關嚟講，嗰啲外國嘅遊客落到嚟，仲嚟到咧係要跟隨呢啲咁嘅首尾後遺嘅要求、後遺症嘅要求。點解人哋嚟幫襯香港，唔去新加坡？新加坡你嘅壞人咧，李光耀啊，又有國安法啊，一樣係有啊呢啲嚴苛嘅限制言論啊，嚇呢啲咁嘅法律啦。咁新加坡有冇安心出行咧？新加坡安心出行是不是跟一個新加坡公民一世呢？這些為什麼你不跟新加坡比呢？就算我講一個很實際的例子，都不是現在的事了，其實應該是一年半載之前的事了。我在香港很多朋友都曾經已經中過了、但他們中了呢，包括他們家人一起中呢，其實全部都沒有上報的。他們沒有上報之餘呢，其實也都不會呢去那些方艙啊，或者什麼竹篙灣啊，因為這隻變種病毒呢去到現在的傳染性是高了，但是它的殺傷力是低了，很多人中了之後只不過是一種感冒的狀況，甚至沒有病徵，甚至沒有病徵。所以呢，你這個安心出行呢，即使掃其實掃完之後在個現場裡面究竟有沒有病患啊，有沒有人已經是一個即是潛伏大群呢，你是永遠不會知道的、現在這個安心出行指個機制怎樣能夠奏效呢，你是一個大前提，大前提就是所有人如果他中了
他就會上報，上報之後 trace 翻佢出個出沒過咩地方，你就通知相關人等啊嘛。咁先有意思。咁先有意思啊嘛。咁先會生效。但係而家因為依隻病已經唔大部分唔致命，亦都咧只不過係一個感冒嘅狀況，好多人唔報。一唔報，咁其實成個安心出行咧嘅機制或者系統咧就形同虛設啊，不復存在，冇意義，冇實質意義，好似你。即係外交部講呢個香港中英聯合聲明一樣，係冇實質意義。咁整嚟做咩咧？歷史文件為整而整，為數而數。所以我都講過，我喺香港嘅時候咧，其實我未離開嘅時候，我曾經嘅經驗咧，我去到呢、這個旺角一個大商場嘅食肆行埋去，俾一個咧即係中年嘅大媽就用一個比較命令嘅態度，就叫我去掃呢、這個即係要掃我嘅嗰個嗰個二維碼，嗰個二維碼係啊，安心上路啊，係啊，咁跟住咧，唔知點樣掃唔到啦，跟住咧就面色唔係幾好啦，跟住咧，而佢嗰個機咧又要低啲嘅，搞到我咧就要又要踎低身啊，好似一個咧即係要打工作揖啊，或者屈即係屈就咁啊，九十度鞠躬，係咁嘅姿勢，佢特登咁擺得低㗎，擺低啲，佢唔係擺高，佢擺低嘅，咁你又用躬低身啊，成個過程咧，卑躬屈膝，係令到人覺得咧好似要去乞食咁樣。呢、這個大媽咧係向你發施號令，係叫你咧係照一照個二維碼，係，所以咧透過佢嗰個二維碼部機啊裝得低啲，透過你要屈低身咧。然後咧，其實佢同你無冤無仇喎，無冤無仇，係令到佢得到一種權力行使嘅快感。仲唔止陶生，當時咧我記得啊，仲要體温測試嘅，而佢嗰個機咧亦都係擺得特別低嘅。嗱，有部分食肆就擺得高嘅，但係嗰間擺得低。咁結果你要掃自己邊度咧？你唔可以用隻手嘅喎，你要掃額頭喎，因為佢嚴格執行喎嗰大媽。咁你踎低喎。嗱，我假設個鏡頭喺度，即係你要咁樣喎。你要烏低喎。烏低個身，好似向皇軍致敬咁啊！我喂大佬，我入去食碗牛肉麵啫。入去做咩啫？俾我即刻扭頭走，咁咪最後咪走咯。俾人中指佢，梗係啦，喂大佬。喂，我食碗粉啫，使唔使咁樣啊？又要掃碼，又要彎腰，又要咧低頭咁樣，我先至能夠入到去個食肆啊！我嗱，其實咁講，退一萬步，我唔怪那個大媽，可能佢咧，我怪喎，都好大壓力，因為如果佢掃漏咗，可能會炒啊嘛。我扭轉頭就走啊！唉、哎，炒你嘅事啊！係啊，我得閒你嗱，我唔知咁多觀眾咧，你有冇類似我嘅經驗啦？有啦，即係去好多食肆同場所咧，遭遇一啲咧，其實佢嘅權力係冇理由咧可以咁樣指令你，但係你遭遇嘅過程裏邊咧，你就會覺得咧，似乎不是味兒，或者甚至覺得有啲屈辱。嗱，呢個好奇怪嘅喎，你有冇發覺咧？喺中國人社會咧，當發生呢啲危機同埋咧呢啲咁嘅社會運動嘅時候咧。就在四周圍飆出成千上萬呢啲你平時係唔為意嘅，係冇面目嘅，係冇性格嘅一班人咧，就整個奏章咧，然後佢個個咧係做咗街坊呢個小組組長咧，又或者咧呢啲叫社區小隊長、大隊長咧，係指生曬。突然有權力啊嘛！呢啲人咧，你睇咧，你睇佢個談吐同埋佢個面口嗰種氣質，如果有嘅話，都知道咧得罪講句係教育程度甚低嘅人喎。但喺呢個時候咧，佢會接受某一個權力來源咧，係成為一支機動部隊咧，係自動成為啊呢個社會結構裏邊啊呢啲前線發號司令啊嘅權力人物。其實佢呢個權力咧係下放俾佢係啲咁多多嘅啫。嗯，係嘛？到最即係好似成日大陸嗰啲著大白衫嗰啲白衛兵就係呢啲人啊。係。嗱，而家香港不幸中之大幸，到呢分鐘咧係未曾出現白衛兵。但只要有人啊，係嘛一聲令下咧，我話俾你聽，你唔使擔心，喺各個社區咧，係呢啲白衛兵係即刻會摟件太空衣啊，即刻咧喺四圍咧係出現嘅。係，係嘛嗱，仲有一度就係戴口罩嘅問題。嗱、嗯，你有冇發留意？你嚟咗英國咁耐，嗯，你有時咧你都見到啲藥房啊或者 boots 啊嗰啲地方都有口罩嘅。有得賣啊！有啊，或者你去個百貨公司，或者去嗰啲商場，你有冇發現？我去過英國、法國、西班牙、德國、意大利呢一年啊，包括去過泰國，我發現咧，當然嗰啲衛生口罩咧就到處都有，但係唯有香港呢個城市咧，係將嗰啲口罩啊係設計到咧係有花紋、有圖案嘅，係有各種顏色嘅，同埋有各種花嘅，有啲係梅花，有啲係菊花，有啲係雪花咁嘅，七彩繽紛。呢啲咧
就是比這兩年來一些港女、一些阿太、或者喜歡漂亮的橫掂都長期戴口罩了，就不如個口罩漂亮一點，將個口罩已經當作是衣服啊，要襯衫的，要襯衫啊。這個是什麼心理呢？就是這種人呢就已經在潛意識上面是已經接受了這一生一世你都要戴口罩的了、既然是戴口罩就不如呢順便扮靚，不要呢個口罩呢是戴親都是白色和藍色那麼悶，不如呢是設計和可以賣埋這種呢有花紋圖案的美，有這種叫設計的口罩、這些呢我不知道日本、的香港朋友有沒有發現這種，日本仔應該呢他是最先推出這隻口罩，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但我在英國和在歐洲我見不到有，因為呢這些是西方文明社會他認為這個是原則，他說口罩呢只是一種過渡性的防疫工具，我不會與口罩共同生活的、既然他沒有與口罩共同生活一生一世的準備，他不會在口罩那裡雕龍雕鳳和設計不同的花樣。這個裡面我來到英國之後一年我是留意到、因為他不戴，戴親都是基本的，是不是都是綠色或者藍色，綠色、藍色又或者白色，紅色都沒有花紋，紅色都沒有見過，譬如說碧咸是吧，是這麼 有知名度，他不會趁機呢在這個動態清零或者這個叫 Omicron 高潮的時候呢，他叫他老婆 Victoria 做生意，是弄一隻叫碧咸和維多利亞，是吧，那兩個人那個圖案是賣給一些 fans。 喂陶生，還有他沒有這些生意，還有一些有些父母呢他發現自己的子女呢原來讀幼稚園了已經、原來他由出世去到讀幼稚園呢都未除過口罩，即是說這個小孩由出生開始個世界已經要戴口罩，在香港他的認知去到幼稚園可以上學了原來都是要戴口罩，他覺得呢這種呢是對他的小孩是一種即是不識說是一種、陰影、又或者是呢對於他們的不公平、只有在中國人社會你要看到你五歲小孩谷針、自細一定要着重戴口罩、戴口罩這個我不反對，在兩年前當他最毒的第一階段在武漢那裡出來呢，我認為全世界是應該效法華人社會是戴口罩、記不記得那時候戴口罩出來給外國人就說你怕青，結果輪到他、美國和英國是死很多人的時候他就戴口罩了，是吧，他戴口罩的時候那時候很多中國人就沾沾自喜，你終於學回我了，證明我套是對的、但是到了現在人家已經回到正常的時候，又輪到中國人或者華人你戴口罩在這分鐘出現在英國的地鐵，人家又秒回你了，是吧，喂，現在你這個階段來說，我現在再看就是當你大陸出現這隻叫鳥嘴型口罩和幼稚園自細要戴口罩，然後令到小孩子那個對於那個現實世界認知認為口罩是理所當然，就跟口罩你現在要設計花紋圖案一樣，你已經準備了是這一生人將個口罩戴到是陷入那塊面的皮肉裡面，它成為你生理的一部分，是還有呢這一種是一種自動的生理上面戴口罩的奴性化，好得人驚啊！係啊，仲有啊，其實戴口罩咧，就算喺西方英美咧，其實喺當初咧，都係要求喺室內嘅環境或者交通工具上面戴。譬如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咧，亦都呼籲民眾咧喺户外咧係唔需要戴口罩嘅。係啊，嗱，依個係常識嚟嘅，因為即係空氣嘅流通啊，或者係即係喺户外進行緊運動啊，你喺個公園裏邊假設啦，即係又哇，呢啲公園好大嘅。未必話要好似海德公園嗰啲級數，或者係維多利亞公園喺個草地度，其實喂每個人相隔嘅距離、可能都成幾十尺，咁點解仲要迫使所有人一定要戴口罩呢？或者你去到郊野公園跑步行山啊，依啲其實已經咧即係是常識嚟嘅。但係而家你見到咧，包括咧中國女排比賽都要戴口罩啊，演奏少年中國雪又要戴口罩啊，或者甚至而家要求你跑步都要戴口罩咧，依啲種種咧。是違反常識，同埋咧令到人咧覺得嗰個奴性咧係更加無所不在啊！嗱呢個奴性咧，我哋都知道，除咗梁啟超胡適嗰陣時有研究咧，
係咪中國人喺70年代極為推崇呢、這個叫魯迅咧，係對於中國民族嘅魯性咧，亦都深有研究。嗱喺呢方面嚟講咧，又係啦，你嘅教師同埋咧教育嘅當局咧，開始而家喺大陸咧係對魯迅咧有少少忌忌地啦。嗯，係嘛？因為你睇翻魯迅其實嗰啲雜文咧，好多佢指出呢個叫民族遺傳嘅。嘅呢一個叫做文化嘅基因咧，到咗今日咧，不但仍然有效，而且咧係更加鮮明，係嘛？譬如話魯迅咧，就係話分析中國人啊，點解咧？係佢嗰陣時啊，喺世紀初咧，佢係受過遺傳學同埋優生學啊個理論影響咧係好深，因為達爾文進化論之後，喺整個19世紀，尤其係末期咧，對於優生學、對於人種啊，嚇、這、呢個叫嗰個優劣咧。是引起知識界很大的爭論，甚至在倫敦曾經舉行過一場叫國際人種改良大會，叫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ace Betterment。 這些你現在是覺得不可思議，因為那時魯迅、梁啟超、康有為紛紛都覺得中國人這個民族是正在處於一個退化的過程、這個叫品格是墮落，然後呢道德是敗壞，然後呢是生理退化，生理退化就引致到这个叫後來这個牌匾精武門叫東亞病夫，體質就孱弱，是吧？这个叫道德敗壞，是吧？品格墮落和生理退化这三樣東西，是吧？造成呢是中國人主流裏面出現这种叫愚眾，是叫愚庸叫愚笨同埋咧平庸嘅大多數，嗯，係嘛？咁魯迅咧喺有一篇雜文裏邊係叫做咧未有天才之前，嗱佢咧係向中國讀者咧係介紹過呢個叫德國呢一位極極端嘅哲學家叫尼采嘅天才論，然後咧佢用天才論去觀察中國人，佢話點解中國人嘅社會裏邊咁少天才咧，甚至係冇天才咧？係嘛？就係因為啊。你要有天才出生咧，產生必有天才可以生長的民眾，係嘛？嗱，如果我哋唔好講係天才，係講有性格嘅人，係有創意嘅人。你而家特區政府成日話要有創意，有創意，創意咧就係某種嘅才華同埋天分。但係咧，你睇翻魯迅，點解你猛咁吹谷啊？係都唔會有創意嘅人咧？就是因為你缺乏啊，係可以令到有創意嘅人生長嘅民眾，即係魯迅咧喺呢篇文章叫《未有天才之前》咧，就話就等於咧你冇嗰種泥土咧，你係種唔出嗰種喬木，即係靚嘅木同埋花嘅土壤。所以個土壤係比起嗰只植物更重要。所以點解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舉翻例子，喺80、90年代香港嘅電影電視劇點解能夠稱霸東南亞？成為咧成個亞洲裏邊咧一個即係最有色彩同埋咧領導類型片嘅一個地方咧。而後來點解特別喺97年之後啦，近年啦，無論電影嘅類型啦，或者係即係個地位啦，已經大不如前啦。咁除咗其他地方進步，譬如日本啊、韓國啊，甚至泰國等等咧，其實最重要係因為成個政治同埋社會嘅氣候嘅改變啊，已經唔係以前97年。英治時代那種寬容啊，或者自由啊，或者是沒有受限的一種創作，那那時候百花齊放之餘，更加有很多新的類型片啊，或者是新的題材咯，是吧？因為現在越來越少嘛。因為1949年之後呢，英國管治的香港是對於文學和影視的創作管得最少的，它比較忌的就是共產黨是利用香港這個叫相對自由的土壤在這裡推行左傾的文化，這個它在上海的時候見識過，在馬來亞也同樣防範，其他一概不理。所以你看到香港在這個新浪潮的時候，有徐克啊，是吧？有這個叫吳宇森啊，亦都有其他嗰啲咧，方玉平啊，呢啲咧係不斷啊，係許鞍華係喺試驗啊一啲新嘅電影同講故事嘅品種，例如出現咗警匪片啦、功夫片啦，同埋鬼片啦，係嘛？係點解到而家係令到大陸嗰啲人啊都津津樂道話我睇過90年代咩咩嘅香港電影嘅經典咧？就係因為嗰陣時嘅香港係英國管治之下，一定要強調呢樣係有利於。有創作、有創建的人產生的土壤，
係咁啦。冇錯，嗱，譬如話而家點解你見唔見到鬼片咧？嗯，有冇呢個色情片咧？嚇，甚至咧一啲愛情嘅小品咧，點解會唔見曬咧？嗱，李漢祥嗰陣七十年代都係喺邵氏名下係拍咗一連串嘅風月片，係嘛？迪娜喺嗰度大軍閥裏邊咧就話咧犧牲色相。嗰陣時所謂嘅港英係唔理啊嘛，後來有三級制，三級制佢唔係用嚟做政治武器去打壓嗰啲有性格嘅人啊嘛，係嘛？咁而家你睇下會唔會有翻呢啲咧？胡金铨啊，都係喺香港啊，係嘛？喺呢個邵氏啊拍出套大醉俠，然後啊佢嘅才華先得到確認，先派喺台灣咧拍翻套龍門客棧，係冇香港係冇胡金铨嘅，嗯，係咪先？所以呢個叫土壤就係魯迅都講過啦，係嘛？佢一早已經發現咧，中國人有出現一種愚民咧，嗰種主流啊大眾咧好愚昧同埋好平庸，係嘛？佢呢種愚民咧，嗰種主流咧，係正如嗰時二十年代有一位咧教育心理學家叫傅少曾，啊，佢有一本書叫《中國民俗俗性之研究》，佢話中國大多數嘅人咧就係佢哋嘅。之所以叫平庸咧，就係佢哋其實係一種可以講係一種優點，叫做守份安命，就順時聽天呢八個字。所以咧，共產黨有時都成日都裏邊多麼好的人民哦，係嘛嚇？佢哋咧樣樣都逆來順受嚇，乜嘢咧係做牛做馬？我哋叫佢咧，佢哋又點？係永遠唔會反抗。喺佢哋嘅角度嚟講咧，你成日都有一種慰嘆佢多麼好的人民，呢種人民唔係好啊。係嘛？呢種人民咧係冇性格，同埋太過温順啊，係做牛做馬，做豬做羊啊，所以任由宰割。所以你而家睇到呢啲咁嘅戴口罩啊、動態清零啊、一個城封曬啊，嗰啲人就算喺上海個小區啊，係冇食物啊，只能夠夜晚喺度敲面盤啊，同埋咧著燈喺度大嗌啊，好似大學宿舍咁。係啊，陶生，你有冇發現啊？仲有早幾年之前咧，大陸未流行一個四字詞叫歲月靜好嘅。其實你再深入去了解一下呢四個字咧，其實係代表咗一種咧，即係順民嘅心態，或者係叫做咧，即係一種自己顧自己，係啦，就唔理其他事，只咧每日咧就有飯開，有教訓，有屋住就算。依、這個世界發生咩事咧，好似與己無關、嗯、啊！以前我哋叫讀書人咩，風聲雨聲讀書聲啊嘛，聲聲入耳啊嘛。依、嗯這個世界嘅大事啊，同埋其他人嘅事咧，我哋都唔會國家自掃門前雪嘅、嗯。但係後以大陸。即係講嘅歲月靜好咧，就有一種咧，就係、是、叫做完全咧，你只要唔好理世界咩事啊，咩人有咩維權啊，或者係大頭奶粉都唔好理啊，最緊要你自己一個生活咧平平穩穩、安安樂樂就算啦。嗱，依種看似係一種咧，好舒平和、好平和、好中庸嘅哲學，但其實背後隱含咗一種咧。是一種我覺得落後的思想，呢種民族性的特徵咧，係嘛？喺魯迅嗰陣時一早已經睇得出啦、嗯。就係因為好平庸嘅呢啲咧，係冇性格嘅人咧，呢啲叫正如我講係小農社會。佢、嗯、一世啊，中國人咧呢啲大多數咧，佢係冇任何理想、冇信仰，做人冇目的，就係咧食嘢同埋繁殖。嗯、所以咧，佢哋係長期喺呢個口腔期同埋生殖器期啊，生殖器中間咧係陰陽穿插，佢係冇崇高嘅理想。嗯、但係呢種咁嘅人物，呢、這個民族呢種群體呢種土壤咧，其實好適合極權嘅滋長，只要稍微將佢哋組織係嘛，然後咧俾少少嘅權力佢、嗯，然後咧等佢覺得一啲咧。是比你讀書叻，或者咧比你自認為聰明的人咧，係受你控制同埋受你呼喝，咁咧令到呢啲愚庸嘅大眾，係嘛？當佢做到前線嘅呢啲小衛兵時候，得到權力嘅快感，哇！呢一種統治術咧，全世界只係得呢個國家有嘅。城管隊啊！你諗下，呢個世界上有咩地方？英國有冇城管隊？日本有冇城管隊啊？新加坡有冇城管隊啊？都冇嘅喎。所以咧，城管啊、街道委員會啊、白衛兵啊，係嘛？呢啲大媽群組啊，佢喺必要時咧，就好似嗰個馬榮成啊嗰句：錦麟就本非池中物，係一遇風雲咧就變化龍，係嘛？一遇到啊呢、這個叫風雲突變咧，呢啲好愚庸嘅所謂群眾老百姓咧，就突然間咧。
是變成一種統治的低層的工具，好使好用。這個好像孫悟空一執掹一執毛一吹，是變成千千萬萬隻小馬騮一樣，是吧？所以魯迅在他的雜文叫《徐錦錄》裏面，是對中國人這種愚忠是有很精辟的見解。他們呢是會很容易有合群的自大和愛國的自大，當他們積少成多的時候，是吧？然後呢就陷入一種情緒的時候，他有一種自大的擴張和膨脹，這些就是你中國這個國家才有五毛、水軍、五毛、這些大媽和那些在你那個食肆那裡，他無端端叫你烏低，是吧？你是誰啊？你阿媽說狗啊？你是編劇啊？因為你風雲谷熟口熟面嗰下入到嚟，佢就係要同我接受二維碼嗰、那個大媽，然後翻仲有話翻俾佢啲豬。喂，呢啲風氣咧係會傳染啊！你有冇留意喺即係過嚟之前啦，即係得罪講句，有啲親戚朋友同你一齊嘅時候，突然間會話：喂，你戴好啲口罩啊！喂，唔好露個咩出嚟。跟住，你唔好咁樣戴啊！戴得唔好啊！入咗腦啊！又話：喂，你掃咗碼未啊？你唔記得掃碼喎？如果唔係又罰錢。嗱，佢係出於好意嘅，可能係，但係你但係你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嘅原因係佢已經被同化去到佢，即使冇授予權力，佢已經上咗身啦，佢已經變成咗一種咧，即係管治者嘅立場啊，呢種不自知，不自知，佢仲係婆婆媽媽，佢仲係懶好意，係啦，但係佢唔知道我受嗰個其實，包括有時啊，你見到你自己個老母啊，嗰啲姨媽姑爹，係啦，變咗呢種人啊，其實我唔知道你哋有咩感覺啦，我就好唔舒服，我唔明點解我突然間咧，好似咧，即係唔止個政府要管我，仲要周圍嗰啲姨媽姑爹啊，仲要咧即係循循善友啊，以提面命啊，喂，佢好意啊，我魯迅話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就變成咧向少數的天才宣戰。即是話咧，唔係天才，係稍有性格、有獨立思考。獨立思考啊！喺呢種社會，永遠都係少數。喂，初頭我自己諗，喂，成個防疫政策咁荒謬，其實你哋大家心知肚明啊！大家陽奉陰違又好，和稀泥，或者係用一個叫做即係完全心裏邊係唔認同對抗嘅態度啦，係咪先？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大家應該咁樣。共產黨幹部，但係你當你發現身邊嘅人漸漸都同化咗，而變成呢啲執行者咧。即使他沒有title，他沒有權力，但他在那裡執行著，我開始很害怕，就是這個地方。這個就是我二十年前在 TVB 和劉天慈做一個清談節目，叫《犀牛俱樂部》。第一集我解釋為什麼叫犀牛呢，是就是引用這個叫羅馬尼亞裔的荒謬劇作家叫做 Ionesco，他呢是作這個犀牛劇，有一天有一個人走落街，見到咧條街嘅人有一隻變咗一個人變咗犀牛，佢講咧呢個咧好荒誕。第二日落街又多咗隻犀牛，一日多一隻，到最尾成條街都係犀牛，自己未變犀牛仲係人咧，佢懷疑自己唔正常，係嘛？呢套荒謬劇真係第一流啊！喺大約係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如果我冇記錯啊，係嗰陣時咧係產生嘅，已經係講盡咗一個咧極權末世甚至係大戰嘅來臨。而家咧，我哋睇睇四周啊，系咪有同感咧？係嘛？呢個叫戴口罩，係咪戴到咧？你已經成為理所當然，係嘛？同埋會將自己啲嬰兒一出世嗱嗱聲，第一個係檢驗呢個叫核酸，甚至進化到有一日，係嘛？嗰、那個蘇哈個 B B 喺個肚裏邊，你都呢、這個阿媽都會問，可唔可以伸一支核檢測酸啊？核酸檢測棍一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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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的針啊，係可以吉入去，係 check 一 check 個細路有冇啊，係嘛？呢個陽性先俾佢出世啊，好得人驚啊！呢種就叫民族性啊，就係、是、叫 DNA 啊，就叫嚇魯迅所講嘅叫紛亂的祖先養出紛亂的子孫，正是遺傳啊的道理。呢、這個唔係我講，係魯迅講，所以你話咧，又睇翻呢啲咧。周圍呢個世界你周圍嗰啲人啊，種種嗰種荒誕嘅動態咧，係嘛？你話其實好多咧已經發生過，同埋早一百年來前已經有人咧
係提出過咁嘅。嗱，唔緊要㗎。如果你有感同身受或者你經歷過，歡迎你哋留言啦。但你反對嘅都唔緊要，可一樣可以歡迎留言。我唔知中央圖書館咧係會唔會跟住將魯迅嗰啲雜文落曬架 ？OK， 因為我頭先引述嘅咧，全部喺中華書局、商務印書局、大陸嘅新華書店都有嘅。係，你夠膽你就落曬嗰啲架，係嘛？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好啊，多謝。係，咁仲有，我要多謝大家咧加入我哋兩個嘅 Patreon， 咁你哋咧嘅支持咧對我哋十分之重要嘅，咁我再一次感謝大家。好啊，我哋下一集再會。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風雲谷嘅支持。風雲谷喺 YouTube 平台出發，不問翻牆，但求越界，笑看古今善惡，審究人情百態。逢星期二、四、六晚十點，風雲谷約定全球華人。节目是完全免费播放，而我们在短短一个月间订阅人数升破十万，大家的这份支持令风云谷的团队打了一支强心针，亦不枉陶杰、鲍伟聪我们两位主持每次长途跋涉、千里迢迢都要坐在一起做节目。如果看到这里大家还未在 YouTube like 这一集的影片的话，希望大家 like 我们的影片。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话，无论你在不在直播时段，大家都可以用超级感谢、超级贴图和超级留言支持我们。有能力的朋友，希望大家同时加入陶杰 Patreon 和鲍伟聪重浸直说的 Patreon， 而 Patreon 亦会包括有每一集风云谷的声音版。大家的支持会令我们可以更加有动力，一直携手行下去，越过死阴幽谷，一路走到阳光普照、风和日丽的一天。再一次多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